十月十四日，资深舞台剧演员杨诗敏与歌手迪丽达和魏雨欣等出席舞台剧《Obsessed Me》请公宴。迪丽达和魏雨欣首次参与舞台剧，大呼过瘾。不过最过瘾的可是身兼演员和导演的沙头，特意安排自己跟迪丽达有多场亲热戏，还笑指他稳工有待进步。导演都是要男主亲嘴，亲我多一些。对，就是很快乐。我可以跟哈头跟 Ranky 一起亲热。那然后，那我发现他们的 sexy lips 啊，都是一个是非常的软嘛，他们的嘴都是很润的，那我很喜欢。谢谢。啊，还可以，比较有待进步，比较嫩一点啊。我长大了，对，对我看到你长大。问到迪丽达剧中多场亲热戏，可会怕绯闻女友刘佩恒扭耳朵，他就大方坦言不怕，还大牌定心丸，指出工作以内绝对不会发生。而首次参与舞台剧演出的魏云深也表示很有兴趣在这方面发展，所以已经拜了虾头为师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